Thank you.
那个超市。
水不多了，反正。水都堵我们脸上了，他们得加点水。过一段时间他就得加。对，他这种车，他都是有个专门轮胎那儿有一个那个。 往下流水的一个装置，专门用来给那个刹车片降温的。挺有意思的。哎呀，我真是想想，我真是。 感觉5个小时上。